哇塞，家人们，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这可是空运过来的大力神杯呀！吉林的金狮百居然是今年世界杯的赞助商，作为吉林人，我真的感觉好骄傲啊！你快过来，来，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先带他们去感受一下赞助商的场子哈，在这儿等我，乖乖的哈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感觉好像掉了什么东西，应该是错觉。感觉里面好热闹啊！选择最佳位置看球。给你们看，这还有好多好吃的。烤鸽子要不？啊，要。戴哥最爱吃烤鸽子。美女，这个塑料袋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啊，谢谢，可以给我吗？可以。啊，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自己带了，谢谢。好吧。家人们，巧的是，这次世界杯是22年，吉林人的身份证也是22。虽然没去上世界杯现场，但是来到了赞助商的场子。开心。燃肉完了，那我们喝一杯吧。来，进球了，我们去找中东帅哥合个影吧。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。谁心都爱。我记着我好像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大二哥，我回来了。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